天父，我们欢喜快乐，就因为你说在地上有一个人得救，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他欢呼歌唱。主，我们何等的荣耀，能够参与在神你的工作当中。主，我们要奉耶稣名宣告，今天在你面前受浸的这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要在生命当中有极美的蜕变。主，人要从他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亲爱的圣灵，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培训冠州，我在上帝的众人面前要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阿门。有没有另外一边的声音没有听到？都有。好。第二，你们是否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一生过得胜的生活，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也愿意在众人面前靠神过得胜生活，现在请你们来立誓词。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旧生命与主同死、同埋葬，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基督里得胜最喜乐。同达一名，我要在上帝的众人面前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都表达你们的意愿，那现在请你们在众人面前宣告你们的誓词。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神的呀，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与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埋葬，在基督得了新生。过去宣告在这里新生命被启动。弟兄姐妹，我在上帝得众的面前询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是否愿意一生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他？我愿意。他的速度比我快。他真的预备好。既然你如此的愿意，那么请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你的誓词。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名为你施行敬礼，宣告你的旧生命与主同死、同埋葬。新生命在圣灵被启动。恭喜恭喜！丽敏以及淑珍姐妹，我在上帝的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愿意。既然你们表达意愿，那现在请在众人面前宣告你们的誓词。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与主同死，在主里新生命被启动，也生命充满。一语，心语，我在上帝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
启示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现在请你们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祭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与主同时同埋葬，在基督里新生命被主充满。金鱼、灵鱼，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我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在基督里新生命被圣启动，被圣灵充满。我要奉耶稣的名询问你们两位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在基督里新生命被启动，被圣充满。你说在这里要在上帝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领受在基督里面新生命，圣灵充满的。伯乐、盛海，在主里你们都是优秀的，而且是蒙上主赐福的，当然也包括前面的这些好几位弟兄。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领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去宣告圣灵充满。威严荣浩，很开心你们在学习，可以认识神，看见你们生命天天地地的成长跟改变，你们生命即将有新的蜕变跟提升。我在上帝的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他们的音频好像蛮一致的。其次，
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既然你们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情、经济上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我眼里面已经有一个字是盐了。OK， 那龙号里面事实上也有一些水在里头，水加盐就融在一起。然后这是我年轻人物里头的表现。那不管如何，现在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并且领受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宣告神的圣灵充满你们。现在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询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其次，你们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你们两位既然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宣读你们的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位施行敬礼，宣告你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并且领受在基督的新生命。请立正，各请两位小弟兄。泽宇，我要在上帝众人面前询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简洁有力，不赢波的比赛。其次，你是否愿意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一生荣耀主的名？我愿意。就可以知道，一启动立刻就发射。既然你表达了意愿，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现在我奉圣父、圣子耶稣、圣灵的名，为你施行敬礼，宣告你的旧生命、旧性情与主同死、同埋葬，并且领受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圣灵启动。感谢上帝，每一次的敬礼都让我们看到上帝很爱我们。我们搬回来这边的第一次敬礼是下午，今天早上看也是下午，不过现在真的没有下雨。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上帝在选召每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按照你的高矮胖瘦，也不会按照你是男的是女的，年纪大年纪小，上帝爱我们是每一个人都爱，而且是爱到他心里的，因为他说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体会上帝的慈爱，所以他们愿意用敬礼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很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主，你的救恩临到，叫我们心里欢喜，我们肉身也要快乐，因为在你里头，你已经赐下那满意的恩典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今天早晨第一堂、第二堂的敬礼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圣灵来引领我们，让这一堂的敬礼满了圣灵的同在。谢谢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神父啊，弟兄杨辉弟兄，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问你们问题：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救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的一生，让你们获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们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的建立上为主发光作盐，一生荣耀主的名。阿门。感谢
谢主，你们既然愿意承认神，也愿意让神来帮助你们，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死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立正，主雄，我要在上帝的众人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的一生，过得胜荣耀主的你们的生活吗？愿意。你们既然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都要他的名。感谢主，你们既然愿意，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过后，陈弟兄、陈双弟兄，我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的一生，一生荣耀主吗？我愿意。你们既然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下，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感谢主，你们既然愿意，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听话，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一生过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因为一个人，所以我们来一个特别的哈，来唱向这边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叫你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圣灵引导你一生获得圣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们愿意，那么就请你们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感谢主啊，平安。小时候我就知道认识了哈，所以现在都那么大了，所以年纪真的是我们被逼了哈。好了，这是插曲。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经文一如，我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一生过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们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我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感谢主。你们既然愿意，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姐妹，各位姐妹，你们好姐妹，我要在上帝的众人面前问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一生过得胜的生活吗？愿意。既然你们愿意，而且这么坚定，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
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关系上被称为做官做人，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你们既然愿意，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归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恭喜乐队姐妹梦芳姐妹。志英啊，真真，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布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的一生，过荣耀神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们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布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盐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做盐一次就可以了，做两次也蛮险的。你们既然愿意，我就在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湘君一同，我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领你们未来人生过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你们愿意，那么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你们既然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恭喜湘君姐妹、义同姐妹。义婷、义君，我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的一生过得胜荣耀神的生活吗？我愿意。哇，真的很好。好，你们既然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越来越有精神了。你们愿意让圣灵引领你们未来的一生过得胜荣耀神的生活吗？我愿意。既然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感谢主，你们既然愿意，我就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老旧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若真、宝珠，我要在众人的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过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你们既然愿意的话，那么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阿门。既然你们愿意，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
降临导致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恭喜各位姐妹，好各位姐妹。今天就因我要在上帝的众人面前问你们，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吗？我愿意。你们愿意让圣灵引导你们一生过得胜的生活吗？我愿意。谢谢。我愿意。你们既然愿意，请在众人面前来宣读誓言。今天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并且在家庭、工作、人际的建立上为主做光做盐，一生荣耀他的名。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叫你们倒去的生命，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恭喜金英姐妹、秀英姐妹。Yes, sir.